RCEP 对我们公司的帮助非常大，特别是我是做农产品、水果这方面，对这个时间要求太高，有效的帮助了我们公司的快速发展。 那未来的话，我们从出口，从 RCEP 那个角色，我们出口，对于我们来讲，统一标准，我们要把中国的水果，通过中国目前已经大量的种植好的品质，出口到东南亚。